我们来看 Jenny。我们出门了，看看看看我的同伴们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现在有一个帅哥，我来录给你们啊、哦。我上次有来，就有就觉得很帅。这一条。嗨，大家，我又来机场了。我今天要去仁川，我完全没有行程，我就是要依赖这两位，我要依赖他们两个。去搭机场快线了。你们上车了，上机场快线，看可爱韩文。谢谢帅哥阿北，愿意接我这外国人，因为我们两个鸡同鸭讲，他也不会讲英文，我也不会讲韩文，所以刚比手画脚了一番。然后我前一个司机还取消了我，谢谢他。嗨，大家终于看到我了！我现在要去吓吓我的朋友们。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等一下，我傻眼，我开一个门，我这门打开来，这个画面已经太好了，还好啦。确定哎，这个法网这要放破口哎，抓在中间了呗。幸好我不用化妆哎、欸，那还是我下一次漂的颜色，乱整，你蛮可爱的，真的吗？很短哎、欸，而且很短，超短，没有滤镜吗？我把去掉。我真的有漂亮吗？各位观众，你看像我们其他人，我觉得你们很漂亮、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看，你现在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就不会。我觉得你们很漂亮啊，我就是头发太短，怪，我都很蓬。我们出门了，看看看看我的同伴们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才刚下飞机就被搞成这样，怎么这样？你要吧？你们好多钱哦！这是刚刚拍的，我刚给四千。我这里有这里，好可爱哦！你看我们多漂亮。大家早安，我们刚出门了，我们来看 Jenny。 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。我们来试香了，很多都已经卖完，很多偏花香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一些果香，然后木质调有稍稍几个，刚好最喜欢这两个味道放在一起。啊，好漂亮哦！来看见你。你看这个天空，韩国的天空，有点唯物唯物的嘛。三楼结账的地方，很多蜡烛。嗨，我成功虏获了一只猫，他们两个已经对我的那个围巾疯了。我们来到这个哇 ，Miss Tokyo 的这个场景。我们来到这间甜点店，就是之前 Jenny 有泡过这个抹茶的这个面包。这家店很可爱，人很多。刚刚我们的朋友被问了裤子，然后他被问什么？他说这个衣服很帅，衣服很帅 ，namesake。然后呢？这个就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有人问他是什么篮球选手吗？然后就说我不是，不是。我又来看第二个 Jenny 了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化妆长得好可爱，比刚刚那边展示再多一点。沐浴乳啊，洗手乳啊。他们很厉害的是每一间店的陈列都差超多的，我3年前有来过这家店，完全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呢，很厉害。我又吃完才想到我忘记录影了。你要不要穿太少？
姐妹是会帮你剪掉的，姐妹是会帮你剪掉，如果你害羞的话。这泡菜超好吃，这个超好吃哦，它是蒸蛋的耶，它叫蛋羹吧，是吗？哇，是欧巴耶。又到了一个人散步在国外街头的时间，想说我每次都这样子一个人逛逛逛，是蛮开心的啦。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怜？我今天从 Airbnb 搬到对面的 hotel， 就是接下来要陪我四个晚上的饭店。他洗手台在外面，跟我家一样啊。哇，还有睡衣。啊，终于有全身镜了。Airbnb 没有全身镜，来看看它的浴室啊，很迷你，一个淋浴间，但很干净。马桶，这好适合我一个人住啊。我们半夜来吃宵夜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喷泉，真的是喷泉啊！我吃泡菜锅，紫红大五配饭啊。现在是半夜三点，我终于。一个人回到饭店了，好多东西忘了录，不眨眼。大家早安，我早上的时候起床发现，哇，我住的15楼，能到首尔塔。今天里面是穿我联名款袜子，也是外套是穿昨天在东大门买的。这个天气已经太赞了。我们来到这个咖啡厅，耶，这是我们的位置，可以看到蓝天的位置。咖啡来了，它的杯子超可爱。然后这是我的手冲，我等一下来试试看这个马德莲到底如何。你看我那个昨天半夜2点泡菜锅吃的这样，眼睛肿成这样，好好吃哦，好吃哦，好吃。这包是什么口味？还是好吃的，那我要再切另外一个。而且哪有马德莲做这么高的、啊？他们的外带纸杯都有一点像，就是好像是韩国的一股流行。是全板，然后会有些在下面，然后会是2层。然后他们如果是冰的话，这一个是塑胶的，就带外带的话。这里的人都看起来感觉就是常常一个人来办公的人，好棒啊，好适合当办公室。这栋是在中目黑吧？好可爱哦。在拍照呢，有2组人嘛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在帮我拍底片的。我们发现前面那里，刚刚那边像中目黑，这里像岱冠山，好可爱哦。啊，我们来到了这家咖啡厅，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物，中间有一个砖瓦，阳光好像马德莲被晒得黄黄的，好可爱。太阳不见之后，这个辣妹就是受不了，脚很冷。冷哦、没错，很好。这个台语教学，我的频道本来就是台语教学。这个景好漂亮哦，这样。然后那里是厕所，刚我走进去示范那个走进去厕所。我刚刚跟阿嬷点了这个，他人超好的，就会先给我们汤，这个高汤。然后他可能感受到我是外国人，所以他也没有太啰嗦。很好，我一个人，因为我朋友们在买球鞋，但我没有买球鞋，所以太饿了，跑来对面吃年糕。哇，在这里遇到这个，哇，葡萄糖哦，这个好可爱哦，我要买这个来吃，好可爱哦，你看我买的这个糖哦，漂亮漂亮，一波哟，好吃吗？很好吃吗？很好吃的，哇，这是鸡蛋烧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哦！可恶，刚吃年糕吃太饱了，讨厌。然后又吃了糖葫芦，气死！早安，今天的首尔有一点点雾雾的。我们到这是什么市场？广藏市场。广藏市场，没想到我会来蔡奇亚 ，Onion。我们要买来吃，来喽，来喽！好多人在排队，好扯。有啊，你看我们后面居然排成这样 ，OMG！ 哇，很酥哎、欸！
这样有韩文，然后只有这个屋顶，就比较不像明治神宫了吧？你看我朋友，你看你们各位观众，你们看我朋友，他在拍照，然后来啊，自己丢，再一次啊，再一次啊，来一个很崩溃的表情，再一次啊，进来，我们已经待了一阵子。然后这是一个会一直有动的荧幕，就是现在是月亮，然后刚刚有地球，有海浪。我来这边那个假喝，其实我已经喝光了，太好喝了，真的把喝光了。看看这个就是韩国的蓝，比较淡蓝色一点。新角节目，新角节目，新角节目。我们刚刚经过这一家店，就是我们前几天有路过，然后就觉得这边的那个无论店员或者路人都比较帅。现在有一个帅哥我来录给你们啊、哦，然后我上次有来就有觉得很帅，就觉得很帅，然后店员也是比较有型。好了，我们坐到晚上后发现这家店来的人都超级时髦，而且我们觉得这家店很像台北的 Cosmize。你看那只狗超可爱的，我们在这边看人群看得好爽。他们进来了，你看，哇，好可爱哦！他们真的长得很漂亮，而且女生有一点像君宁。哎，拜托，把这影片分享出去，拜托各位观众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七、六、五。然后刚刚我们是选这个版，大家可以选你要几张跟什么样的版面这样。我发现这个版本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在干嘛，看起来很装，我好丑、哦，不想给你们看了，拜。早安，已经午安了，好亮的哟。这是我最晚出门的一天，睡好饱，好开心哦，就眼睛超肿，因为睡太饱了，超累，好累哦，你看我们。这全部都是昨天的战利品，好可爱哦，自己说。而且我们色系好像有达到，有哎、欸，对啊，而且我们的领子是一样的，对，很可爱啊。我们要进去这家店，耶、我平常在台湾都是吃日式料理，日式，突然大吃了，他在跟男友试训。正要开始吃的时候 ，Amber 问我说：“你那个是哈密瓜吗？”我要笑死！这是洛梨啦。看看它那个新鲜度啊！哎，我发现你的有鸡肉。鸡肉？哦，那个是鳗鱼的背面。鳗鱼都被没有鸡肉。冬天，我看，这是我，这不是阿姨哦。你很像日本的男生，然后很像那个日本男生的妈妈。对，妈妈。哇，是漂亮的书店。我们刚刚不是拍这里的背面吗？原来它正面长这样。哇，是图书馆呢。好酷。来到这家了，我想逛的店。比较中性一点，对，比较男生一点，对，比较男生一点。然后刚刚先闻了这个 Santo， 这跟 Santo 身上味道太像。然后闻了这个 In the Shower， 它的味道有点皮革味，这个我蛮喜欢的，木质调的皮革。结果我最后变心了，我选了这个森林的味道，它有 Hinoki， 然后还有柚子，纸袋超可爱。重点是我买几样东西，它送我超多小样，哎，好赞哦。又看到狗了，耶、！又看到大狗了。我们进来吃烤鸡，烧酒烧酒。哦，你看看，哇，很会烤哎，是他烤给我们吃的，很好吃，香。你终于喝完了。哇，这家很好吃哎，店名叫什么？叫鸡翅堂。嗯，对，它叫它 logo 长样，然后叫鸡翅堂。耶、我们又来下一家喝酒了。
今天是第五天，然后昨天晚上很疯的，就是我跟我的朋友们改了机票，所以我们晚一天回去。然后今天就很安心的在那边，现在要吃午餐。披萨，这里是圣水站的披萨，我们点了四个口味，玉米虾，然后玛格丽特，这是什么？奶油之类的。隔壁桌的朋友已经吃完了。好吃，很好吃，给超高分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开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嗯，很好吃哦。哦，这是气什么？好。嗯，它很好吃的点是它的那个酱有点奶奶的，然后有洋葱。我们刚刚边走过来，然后就经过了 Ager， 每一间店的那个展不太一样，它的陈列也都不太一样。我那天去看宏大的，但宏大的一走进去，他就有说不可以拍录影，只能拍照，所以我现在附上照片给你们，我附在旁边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当下我朋友打电话视讯过来，然后手机很大声，然后我就被骂了。对，我们又来拍了，这支影片到底会拍几次这个照片呢？黑的，就黑白，好。好可爱。我们走了好久，终于到这里了。就咖啡厅这个绿光，你们记得上次去那个黑黑的家吗 ？Everland 的老板，这简直是他的店。来，我们今天去哪里穿衣服？黑白，我们应该卖衣服的人。对呀、啊，就是我们的白款，就是我们的要的人自己加衣。我讲，今天逛街真的太累了，现在吃泡菜配白饭就觉得，天哪，怎么那么好吃，好容易满足。这家没有猪肉味，我都敢吃的。各位观众，我刚才喝到很醉，然后我朋友带我来这个酒吧，然后睡到一个不行，但是烧酒实在太恐怖了。我刚刚本来想说我要补那个刚刚那家烧肉店的门口给你们，结果我补不到。这里好可爱哦。我们大家已经在冷冻库里面了，好冷哦，好疯掉！我们要去看帅哥，我们要去看帅哥哦，这可以播吗？希望有，希望有，希望有。哇！我们又来到下一家，这很像热炒店，他说他开到早上六点，哇，好棒，耶！这个里面的面疙瘩很好吃，真的吗？然后这是鱼板汤，蒜味很重，然后辣辣的，这样蛮好吃的。I feel the pain。咬错了！干啦干啦干啦！干干干！哦哦哦！我昨天在 Bookshop 买的东西，然后刚好这一段没有录到影片，然后都是拍照，因为他们有一些店就是不能录影，可能只能拍照。它是一些选货店，可能会有一些精品设计师品牌。然后这件毛衣很可爱，其实我完全不认识，应该是英国的牌子，然后是意大利制造。昨天跟今天这两天真的是冷到不行，现在外面只有4度，而且这件是男装。大件可爱，很好逛，可以逛很久，比百货公司还好逛。嗨，各位观众，这是在首尔的最后一天。这帽子就是前天汉南洞那边买的 ，Authentic， 很暗淡，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回我动态说想看感想，那你们就看我的影片好啦。然后这是昨天买的毛衣，里面是我的联名 ，Yeah。住新沙这边真的很赞，因为一下楼就可以看一切。来到 Kids Night Cafe， 事隔一个月，我又来首尔的店啦。我还记得当初我自己一个人来，在这边的时候先被感动到了。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，觉得哇，这里也太漂亮了吧！你看这个树荫，美到一个不行。我们坐了窗边的位置，去哪个餐厅来的？旁边还有 Kids Night 商店可以逛。
没错，我们又来这家 200 了，来干嘛你知道的，来看帅哥。我真的吃腻韩式了，看到这些食物心情已经太好了。耶、yeah! 吃啊，我刚吃了一个小番茄，也吃一个橘子。嗯，哎，这个很甜的。你说橘子吗？嗯，它看起来就是。我还吃这个橘子，有个甜的。好。嗯，哎，很好哎，妈呀！我们今天要回家了。然后这家店就是我刚刚说我来了第二次嘛，这除了可以看帅哥之外，这是 key point， 真的很好吃。我说真的，而且他们几乎清盘。然后今天要回家了，这支影片拍的不是很好，因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醉的，所以我觉得拍的就是很空洞，真的很抱歉。我下次会更好的。搭机场快线路上，我们要离开首尔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他说这个泡菜请装入行李箱内，嗯，啊，不然会很臭啊。